我四件了，特重吗？两只在我身上。我哦，六，原来是六件。哦，真的，真的，很痛，很痛，哎，没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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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一下血，没事，你确定？好，我来，我来，我来。为什么有 echo？ 你中间之后就有 echo 了？有吗？没有啊。你吧，你吧。等一下，他们有，他们有燃烧功。等一下，等一下。但你在哪？你在哪？你在哪？我在穿衣服，刚刚穿衣服位置。等一下，我刚刚在桌上面了。野猪骑士哈？在家里，在家里。你穿不穿我不看啊！哎，和平哦，和平哦，和平哦。打倒只是会扣大量的，还行。不可以，就会扣血。啊你吃吃吃，孟娜吃。等一下，我回不了家，在哪里呀？你先吃，你的血你一滴，你一滴吃。先吃。等一下，我食物没了。你在哪？你在哪？我在你后面。我后面。玩完借我，等一下。OK， 来，我给你。我后面是路面，你在哪？在外面。给我吃。他在哪啦？他吃什么东西？在家里。我刚在婉婉后面啦。没错。我看到一个铁装的人，我不知道是谁。我想说，看个 ID， 看个 ID。哇，他们那个太可怕了啦！他们有两百三把弓哦。他们的火焰好痛哦。因为我们都会爬高，他都会拿弓。好，那我们要加油。啊，可是我有弹。尤里克，我看到尤里克，我去。他旁边还有网关的鸡腿。没做。太过分了，太过分了，尤里克。哎呦，平步青云，哎，我就看你等下怎么下去。哎，我可以这样。技能。哦，酷哎。哦，我知道我们的劲敌是谁了。谁？我不说，我们的劲敌还没出去，不要。可以。啊，那你直接跳就好了。我会守护着这个秘密。没问题。哎，差一点。我要加入，我要加入他玩。哦，一个。哎呦，我被围殴了。先回家。那边要守，那边要守。玩玩玩。丢瑞克，哎，他这边怎么会爆炸？哦，碎！耶！你丢的是不是？对，我做事啊。哇！那他冲你丢哎。好了啦，弯弯。啊，不是吧？哎，你等一下，我真的不确定哎。你又不确定了？你先看一下，不是啦，吓我一跳。不是，我以为我有眼皮啊，还是什么？哦，你燃烧，我燃烧的，哈基的。有，没事没事。哦，我是冲粉痛，我的血。Eureka！哦，碎啊！笑死！扎屁股，扎屁股！这才叫射箭！哦，我要手拉丝。好坏，好坏。哇！这样子，可是重点还是分数。所以红色这只猪猪是我们要猜的，对吧？对呀、啊，我已经猜一点点了。猪？对啊。哦，它上半身没有，哎、欸，我也听到 echo 了、欸。对啊，我有 echo 吗？谁？现在又没了。可是就只有一瞬间。婉婉有没有戴耳机、欸？我吗？不知道。哇！我去换。捡到了弓了！哦，带回家，带回家。枪三拆除。枪三哦，我是没有被他射到啊，所以我不知道他弓强不强。我是完全没感觉。谁拿火焰的？火焰那把比较痛。对，他们有火焰弓。嗯，一把火焰的，一把普通的。但我也没被射到。嗯、我换那个 TNT 来炸那个野猪。谁啊？你那个野猪底部感觉可以用炸的、啊。可以，有火焰。你可以放四个，哎、欸，它里面是空心的那个猪。对啊。哎、欸，那我们可以躲在猪猪里面。你
你躲在这里干嘛？就是可以从里面挖它。哦哦哦，对对对，这倒是。哎、欸，底下好像有人哦。等一下，我看一下。哎，直接炸，直接炸，我炸哦。他玲玲在后面。没关系啊，反正我们要炸猪。哦，这猪很好炸哎、欸，哦，酥酥脆脆，好吃好吃。嗯，上面要先挖掉。对啊，上面要先挖掉。上去是蛮麻烦的啦。啊，我觉得它中间蛮好的。我再炸两颗，我去守，你来。哦，玲玲啊，玲玲有火焰弓。玲玲。哎、欸，体力像这样二十。体力，小心。没有，这就是新手跟老手的作战，这才叫做真新手。大家，厌倦了一堆假新手，好好看看，看看我是真新手，都没有食物出门。猪猪在哪边啊？左边、左前、右前。猪猪在我们这，我们在猜了。左前、左前。他现在看起来其实也不太像猪了。对，他已经他不像猪了。对。对啊，他是他是变种了吗？不是，我们三个人在猜他，他已经被我们吃的差不多了。哎、欸，我、欸、什么东西？我吓我一跳。修复，你看，我就说我讨厌猪猪。没关系，我们可以再烤他一次。再炸。他们、啊、我没有在问啊、欸，哦。可是用巫术应该会讲，所以他们应该是用那个国王技能。哦。啊，有啊，刚刚语言过来一下了。对。他最顶的那个嘞，手手。我们去弄那个啦，炸弹兵要不要？炸弹兵，炸弹兵感觉比较简单，就是不断的洗炸弹兵，然后跟把他们的守卫打掉，这样子感觉还行。第二天他们五千了，他们已经没办法再更多了。OK， 他们好好赚哦。我们炸弹兵，炸弹兵。哦、oh, ，我就把这个炸弹拆开。好好好，哎、欸，我去哦，你弄那个。我们都发光，小小的那个。我也想说用那个用炸好像可以。对啊，用炸，但是它也是黑石哎、欸，不知道炸不炸的干净。黑石好难炸。对啊。他们已经全部都守家了啊。我去。我慢慢拆。哎。那我去拆炸弹兵。好，我去拆，等一下拆一下炸弹。他们现在就是任我们挖，因为他们知道反正第三天他们就可以挖更多。很难，还是直接去打国王找宝石？哎、欸，可以啊，可他们都守在很后面，那边不太好去。还是他们就放在那一片？玲玲，确定？没有，大家这就是新手啊！光是什么？这才叫真新手啊！扣了一滴，干掉玲玲。哎、欸，其实炸弹还不错哎、欸。不用不。不是炸弹，100分的，很穷的。可是他啊，超可怜的。他一颗可以打一半，其实。用挖的啦，他也是用挖的。我觉得要把稿子变成效率稿。哦，玲玲裸体什么意思？什么意思？玲玲子生气呢？玲玲子，我找你要讲一下哎、欸欸。你在上面哦。我在上面呢、欸。瞬间电梯下楼。玲玲子要长大。哎那裸体在那边射射我，我觉得怪怪的。嗯，男孩子要好好保护好自己，我成功把他射杀。他也不是内鬼，因为他内鬼就应该要深入我们，他也是倒在他们家。嗯，啊，我们只能靠炸弹兵了，是不是？我来炸了。就剩下底盘而已了。嗯，剩下一颗。可感觉我们这一队都除了卢米之外，感觉都还蛮好的。啊、欸！我真的很怕我漏看、欸。是玩了吗？你确定不是你吗？等下那我也看一下好，说不定是我、欸。对啊，我真的很怕我漏看，但好像真的没有哎、欸。光看也没有。婉婉跟我都在努力的弄分数，而且我们分数弄了蛮多、啊。
我们也弄了一只猪，对哪有那个猪复活了？你是通风报信？哪有？我跟他姐才刚弄哎、欸。哦，白明 ，nice。哦，你们也哦，大四吧？野猪其实好多哟。对，你们要试图挖楼上那个什么旋风，什么还是什么东西啊？旋风。你说那个不要，那个不要，那个太大了，那个分数没有我们这个多。哦，真假的？对，就刚开场有看一下，炸弹兵跟野猪其实还不错，炸弹兵刚最后还不错。对呀、啊。哎、欸，耶、yeah, ，炸死、哦！真的有炸死哎、欸。帮你打四八。好吧，嗯。是好的。赌注游戏。抽出绿宝石。我身上没绿宝。还是梦拉征税，然后直接往地上狂丢。没有没有，他是要第二名，他是要第二名，第二名才可以，所以第一名不行。他们只要没丢就没东西。对，是哪里、啊？你可以丢了，因为我丢了6颗，然后我身家都丢了。谁要你的6颗？但是上次有6颗。哦，拿人家的弓射射啊，那个嘞 ，Yuriko 都没看到哎、欸。Yuriko 呢？外面只有2个人，影月也在很侧边。二零跟 Yuriko 都没看到。你要先投吗？还是你们有头绪吗？我还看康康的婉婉吗？可是他有帮忙做很多。感觉婉婉不是，要投看看啊。都有跟我一起去拆东西。那就比较怀疑还是那个、啊，卢米投我投我，欸、我是坏人，快投我吧！哦、他直接炸他们是不是？浪费钱呢，对，不要了，他们东西在下面。啊！哇，你那个好击退，那我们感觉可以趁现在继续炸那兵。我们看炸那兵，嗯、好啊好啊，炸那兵复活了。嗯，雷电法术是550啊，炸那兵比较多啊，炸那兵是600。600啊？为什么他那么低？好可怜呢、啊。因为他毕竟靠近我们家，可是那个太高了，你不好拆除。对呀、啊。我决定我要做一个很好走的楼梯，然后把每次走过来就可以直接走上去。哦、我知道谁是间谍了。那你的稿有那个吗？谁是间谍？有效率。一直问，我是效率二的那个。因为我在想，我到底是不是，还是我这是码头？你码头啊？不是你，嗯，他不是说对面的吗？啊、还是？他其实知道对面的间谍是谁吗？对，哦，对面的间谍是。不用说，不用说。哎、欸，那个往我大上面投、哦。哎、欸，这太危险了吧？太明显了吧？哎呦！我刚刚讲我要炸车。我以为只有一下。哎呀！哇，阿吉直接通气犯。哎呦！哇，二零也太急退了吧！我们的间谍直接在人家面前丢装备给我，哎，这样子人家他不会怀疑吗？还是他们已经查出来，他们已经投了，他们投了。哦、他想说第三天直接回来。我怎么没有投出去？啊，投要不要投？可以投投看啊，真的很怕我是哎，我不知道他投谁。反正能投就投。啊，黑石真的炸不太掉哎。对，黑石还真挖的吧。我们这边又要一个炸弹兵咯，我怕你们没看到。为什么投哈记？哎、欸，要我不知道投谁啊，我就投哈记。要票一个，不然平票就都等于都没了。哎、欸，这炸弹兵是我跟我玩哦。哎、哦欸，可以点我自己吗？哎、欸，我你不要点自己啦。啊，真的吗？可是我都没炸到你。我很怕，我不知道我到底投自己。梦娜可以确认，梦娜可以确认。好。啊、不是，我正准备要砍他、啊。我是好人，到底是不是我？我你真的没看到，现在好像也看不太到了。我有看不到，吓了我一跳，想说。我想说，随时准备剁你啊！我都在保护你，看我身上有武器。你的哪是武器？叫手榴弹。我都拿手榴弹剁人的。啊，哎，那个第二天我们就是5000分，所以你拆建筑可以拆到剩一个。那等到第三天就可以赶快直接挖掉。
欸，以前不是放到石头还会、欸、这样显示那个间谍不是应该是显示你一开始的时候会看桌卢米、啊、哎呦好、啊欸啊、我刚刚不要在家里在那里燃烧我开到技能然后就烧起来了他真的很内鬼耶但都跳了以前不是会跳那个双队队员是谁，然后才跳下一行是说你是间谍那样子。可是他连那个前面那个都没跳出来、欸。对啊，我也没有看到哎、欸，还是其实没有。现在拉回去已经看不到啦。我是。